喂，喂，我刚下课。啊，北京最近好冷啊。上海怎么样？哎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刚不在北京吗？有没有听我说话呀、啊？等我一下。啊？什么？我让你等我一下，有事儿跟你说啊。站啊！哎，该不会说来北京给我惊喜了吧？什么？没有啊，北京我进不去啊。也是。酒店现在封校了，你进不来。嗯。啊，北京要新增病例了，上海怎么样？啊，还好吧，我今天刚做了核酸。哦。哎，你做核酸干嘛？做核酸。做核酸，我出差呀、啊，出差都得做核酸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出差。对啊。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。现在呢，我要跟朋友看电影。啊、哦。卡车马上到了。什么？你今天要看电影啊？对，就现在。不是，怎么了？我现在不能看电影吗？不是你别去了你。你管我去不去呢？什么时候管你去不去啊？你别去了，哎、听见没有？先挂了，拜拜。哎。知道，给我买的。哎呦，跟谁看电影啊？你管我！我让你看电影啊！